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七少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24集。我今天来给大家做一款变形金刚第二集时候 Deluxe 等级的玩具，它叫 Sideway，台湾翻译叫做阎王。对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判官的啊，那 Barricade。那么大陆的迷友这称呼它为边路 Sideway 这款稀有配色，它是一个弹孔涂装，或者你叫。Damage 就是战损涂装也是可以了啊，这个是官方的产品啊。那么其实变形金刚第二季的时候呢，有很多非常稀有的配色啊，这一款弹孔或者叫战损涂装的家伙呢，弹孔之外玻璃有个类似于像是碎掉的感觉。其实 Sideway 有一款非常特殊的配色，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真的发行啊。图上有一款它中间被切开的一个涂装的一个配色啊，那一款的话呢。到底是传说中的一个概念呢，还是说真的有？没有人知道了哦。那如果说真的有人收到的话呢，拜托也让我们羡慕一下啊。那是一款组合包了，然后这一款的话呢，作为一个战损涂装呢，它相较于因为我没有原本的配色啊，原本配色那款做过，但是它是跟朋友借，已经还了。它还有一些烟熏的效果，包括上面啊，反正一整个就是一个经过战火摧残的一个感觉。那其他的模具呢，则是都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修改了。那么当时的一个玩具呢，真的是用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，当年的 Deluxe 等级定价呢，可能都是台币599吧还是499就可以买到非常高品质玩具啊。讲到这里，我怎么一直打嗝呢？是怎么回事啊？后面呢，它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引擎的一个，算是一个科幻，但并不是真的有引擎。那 Sideway 的话，其实我早期还没有，就是还没有开始买正版玩具之前，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，我买过它的山寨的玩具，人民币才29块钱一个，那只有省略一两个关节而已啊，做的也是非常的可以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看光了车子了啊，然后滚动性也是非常的好。那滚动性的话，我要提一下啊，如果你有看当年老肖的影片呢，他的头呢在变形的时候呢有转180度，如果你真的转180度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一定会往下凸，会造成滚动性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你头不要翻180度，直接推的话呢，它的滚动性呢会来了好放非常的多啊，请记得头不要翻转180度。那我们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首先的话，它有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，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。它的这一块会被解开，然后两侧的轮子呢就会被直接弹到中间来。我们把它往中间按一下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。这边这些弹簧的机构呢，便是这个功能了。你这样子打开，再试一次给各位看，按下去啊，这是第一个变形的一个动作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整个后面打开，然后呢是这里是整个的，先小心的挑起来之后，整片的往上翻，然后呢把这个地方给打开。打开这里的话呢，它的卡扣呢两侧是用咬合式的，非常。这并不是什么特殊数字啊，今天上班的时候写在手上的，它是有一个咬合的。那这个咬合呢，非常的紧，很难打开。我建议呢，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从这个地方正下往下面压下去，这样子把它破解掉，啊，就直接这样子往两侧这样折，这是最安全的一个变法啊，不要往上，也不要往下啊，就是也不要拿起来这样丢啊，试图把它自动解开，那是做不到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接着给打开。脚的话呢，就顺势的先把脚给放下来啊。脚整个放下来之后呢，它的唯一要变形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一块部件啊，由内往外，把这个轮胎的话呢从外侧扣到内侧啊，这里有一个凸啊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洞啊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的一个凸的话在这个地方，黑人对印第安人的一个组合啊，然后我们就利用这里的一个多重关节呢，把它的这个卡扣呢给松进去。一段天赐良缘呢，就这么样子达成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个地方翻过来，一样的把轮胎由外往内转进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把它给扣进去，这里扣上。其实你如果这里已经扣上，轮胎大概也会自动卡到定位了啊。你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这两片部件啊，尽量的把它往前面伸出来，比较嚣张一点点。再来的话呢，就直接的这个部件呢给打开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怎么做呢？把这个。整个部件这里往不对，我们可以先把手给翻出来，这个部分就比较简单了，把手给翻出来，然后呢这块部件这里往下面压下去啊，这个地方，不对，是这样打开，先把头给翻出来，从这边过来，然后呢注意啊，这里下方这里有一个缝，它要扣这个部分，这边把它给扣上去，给卡上去啊，
虽然听到咔的一声，但其实它卡到别的地方去了、啊、相信各位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啊，以为咔到应该咔的地方，其实它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再来的话呢，利用这个红色这个板子直接整个往上面推上来，这个方反折，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，这里有紫色透明的部件，是这个样子把它给扣上。那这里扣的时候呢，这里会形成妨碍，对这片部件呢就把它往上翻，翻上去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肩部啊，不对，脖子的造型呢会更加的一个酷炫一点，这个地方可以扣进去啊，对应边啊也是一样，都把它给扣上了啊。脚的话就算变完了，手的话呢非常简单啊，直接就顺势的把它给翻开就行了，就翻开，就转到一个正常的角度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肩膀这两片部件往什么角度啊？这个看你个人的喜好，把它给扣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个最后的话就是这个胸口啊，它这个两侧是可以打开的。那打开之后呢，你要调整成什么角度？你要往外翻呢，啊，还是把它只是做一个稍微的打开，或者是把它是往下方？我个人的习惯是把它往下方，做成一个深 V 型的一个感觉。那这里的话，二头肌要记得转一下，啊，它会比较顺一点点。然后它的一个脚底啊，脚的话，站立性的话呢是需要练习一下，因为它的一个脚底板，各位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小，小到一个，算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脚掌，三寸金莲啊。然后腰部是可以动的啊，腰可以动，腰身可以动。腰身可以动，以前都会说腰部可以动，到底是腰不可以动还是腰部可以动啊？好，我们就稍微的镜头调高一点好了。好了，那它的一个脚的话呢是比较奇怪，一个 chicken leg， 我个人是习惯把它摆成这样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脚的话其实站稳也不难，只要你上半身的一个重量啊什么的，你去稍微去控制一下，也不是说非常的困难啊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很帅啊，我觉得他的一个人形啊，特别是这个角度，整个流线型往上翻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我当年买的那个山寨版的话，它这个部件啊是不能够折上来的，所以它这整个部件就直接就是连着这个车门板，就踩在后面。所以我当年买的那个山寨的话呢，它的造型就是只有这样啊，是不是觉得好像弱了很多？好像那个没有了羊角的这个山羊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部件啊掉下来了啊，第一次掉下来，我们再次把它扣，它是一个 C 型扣啊， C 型扣，没想到就第一次发生这个掉零件的一个情况啊，往上翻，好了，这个地方一样的把它给扣上去。说到这个啊，我前两天啊发了一个动态啊，我有一个07年的那个老玩具啊，把09年的一个老玩具啊，因为塑胶脆化啊，然后手就断了啊，自然而然的断掉啊，没有把玩也自己断掉，非常非常让我难过啊。这个老塑胶啊，即使是官方的玩具也是经不起岁月的摧残。然后这个涂装的话呢，你看到胸口啊更加的黑，然后弹孔的话就是在这里有两个弹孔的涂装，这边也有，两边是不对称，这边就没有了。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以这样转动，手臂360度转动也没有问题。然后有一个二头肌，然后这个地方一个关节可以上来，这地方可以转动。手指的话呢，指头不能动，这边只是一个类似于电锯的造型。腰身也可以转。脚的话虽然有不错的可动，但基本你没什么可以动，因为你一动它就站不稳啊，这也是这个玩具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毛病。但是以人物的造型啊卖相来说呢，它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。那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款的话呢，主要还是冲着说啊，它是一个特殊涂装的一个造型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